跟住喺度21年嘅第11題咯，咁佢就話啦，而家我哋有個二 alpha 加三 beta 除翻三 alpha 加二 beta 等於7/10啦，問翻我哋二 alpha 加 beta 再除翻 alpha 加二 beta 等於啲乜嘢嚟嘅？咁我哋就可以諗做咧，solve 咗嗰個嘅方程先啦，係啦，咁我哋就會有交叉相乘啦，20個 alpha 再加30個 beta 咧，係等於翻21個 alpha 加14個 beta 嘅，OK。咁你就會有係alpha 啦，就等於翻係16個 beta，OK，alpha 等於16個 beta。咁你就可以將呢個咧代翻上嚟嘅，OK，代翻上嚟，咁你就會有2alpha 加 beta over alpha 加二 beta 咧。咁實際上就等於翻係32個 beta 再加 beta over 16個 beta 再加2個 beta，咁即係33 beta 除翻18 beta 啦。咁你見咧 ，beta 就弱咗嘅。咁然後咧就上下除三啦，咁所以就係11/6啦。咁答案就會係 C 嚟嘅，就係咁啦。